我承认，其实我是怕蟑螂的，但是我这辈子打了大概超过200只蟑螂。为什么？因为女生看到蟑螂会来找我，那我很害怕。女生找我，可是我可以找谁？我永远记得有一个女生叫我打蟑螂的时候，给我一张卫生纸，只有一张。你们知道卫生纸多薄吗？打下去之后湿湿的，还会动，造成我内心的创伤。我也不敢讲，我只有今天才讲出来。后来，费洛蒙啊，青春期，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女生这种无情的生物。每个男生都一样，你知道我们写字有多丑吗？我们写那个情书，用丑陋的字写下了我们的真心，一笔一画交给女生。女生一看，哇，真心真丑陋，打枪我们。你们知道我们内心压力有多大吗？是的。那现在，我们终于熬过了感情这一关，我们交过了5个、10个女朋友，社会突然对我们说，你是个渣男。哎，我说不对哦，我前女友她也交过10个男朋友，那你怎么说？哦，她的闺蜜们说，那是因为你之前碰到的都是渣男。公平吗？社会对我们的评价公平吗？那接下来出社会，我们要打拼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跟女生一分高下。结果突然出社会，我们所有人头发被理光，北中南的男生通通聚在一起，洗战斗澡。哎，你发现没有女生的场合，是不是就公平了？没有，竞争更激烈。你发现有些男生他是有特长的、哦，你大学苦读4年的专长比不上他的特长。香港人不见得有香港脚，但是我的同袍他没有住在三只，他有3只脚。好，我熬过了当兵这一年，接下来我出社会，出社会怎么样？时间对男女是公平的了吧？抱歉，国人的平均寿命，男生只有77.67岁，而女生是84.25岁，足足差了7年。再加上我生不如死，一直洗澡的那一年，一共8年，这就是男女之间年龄上8年的差距。如果国人都只能活到80岁，我们足足少了1/10。我们等于相对一天只有21.6小时，要追上女生24小时的打拼，所以我们出社会不停的追赶，熬夜打拼喝酒，就是为了社会上有竞争力，为的是什么？不是自己，而是让另外一半有个可靠的肩膀，可靠的港湾。结果我们没有照顾自己，没有去健康检查，导致3个人就有1个人有3高的问题。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出国旅游，我们没有去过印度，印度不足的问题就来找我们了。40岁。再过4年，我就40岁了。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个热烈掌声鼓励，帮助我挺过这关。接下来，把你们的掌声回向给在座所有男性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。好，3分06秒的时间，谢谢害怕蟑螂的杨升达。看播出之后啦，我觉得之前可能1、2集的那个语速还有用字太艰深的时候，我自己是观众，我都会出戏。所以我这次的故事，我就是很用切身的第一视角，把很多语气啊、口吻直接就写成最白话中的白话，来呈现我想要讲的东西。刚刚杨升达说，男生的自杀率比较高，可是女性的忧郁症是男性的2倍，这一点要怎么说呢？好，现在男女谁压力比较大？当然是女性，因为女性从生理上就不公平。从青春期开始，女生每个月会有月经出血，甚至肚子痛到无法下床，而男生只有变声和长胡子，这两者差距是天差地远。再来，我们谈一谈性哦，两个人一起爽，只有1个人会中奖。喜获麟儿真的是中奖，可是领奖的代价是怀胎6甲10个月，行动不便，情绪不稳定，待产期的时候失去工作能力，只因为女生有子宫。每一次男女间的雨水交欢，女生都比男生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及代价。爸爸可以事后不理，可是小孩一旦决定要生，妈妈不得不爱你啊。台湾单亲家庭的比例有超过70%是单亲妈妈，所以男女在社会当中承受的压力，我们真的是可以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的吗？再来，现在年轻人透过交友平台来认识新对象，各位，交友平台上的男女比，男性是远远压倒性的大过于女性哦。你说这样应该是男性压力比较大啊？错，交友平台男性多，代表男性对于性的需求比较大。在精虫充脑的时候，男生可以不挑，因为男人要的是越多越好，但女人只要最好的那一个就好。女生在性交之后承担的风险更大，
导致女人对于性的态度是宁缺毋滥，她们愿意等待白马王子的到来，直到海枯石烂。但社群平台供需不平衡的现况，意味着女生要从一大群发情的雄性里面找到她的对象，这恐怕比大海捞针还难啊！我必须说，时间永远站在男人这一边。随着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积累，男人是越来越有价值，而女人在超过30岁还没有结婚，就会被贴上剩女、败犬的标签。这都像大龄女子的标签，到了这个年纪的女性就会开始被逼婚，逢年过节又要面对长辈对于婚姻的关切，这不是到了现代女性仍然普遍存在的最大压力源吗？最后我想跟大家谈谈我最爱的母亲。我的父母在前2年离婚了，父亲告诉我他交了一个女朋友，而母亲在传统氛围的框架之下，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她的第二春。岁月不留情，给男人带来的被称为历练，女人带走的却是青春。贵妇部调查，台湾女性离婚之后91%都没有再婚的意愿，因为她们都在婚姻当中被压力消磨热情。女人一旦走入婚姻，就注定要扮演奉献付出的角色。各位，我希望你们意识到女性的压力真的比较大，而这是你们面对妈妈付出关心的第一步。希望你们都可以对背后默默支撑你们的妈妈说一声：妈，你辛苦了。